得一次，只能得一次。听得懂吼？你为什么那个不先处理？今天已经超过了600块的家务间，那你今天就保夹了，这个都能保夹。然后把羊的三位金子，把羊我们会加抽三的纯金金子得主。比如说第一个你中了金子，那第二个、第三个又不小心抽到你的话，你已经不能再得到金子了。要是你四天600元家务金都没有中，你也没有中打烊的金子，到第四天的打烊还有机会抽贴纸金子。你们没有被抽到的，我们那个摸彩就会留着，最后一天。果然最难的就是把它弄开，一弄开上来就好夹。可以，我想几率那么大，你你家家乐都是这些土地。他刚一个法了，因为我这边那里啊，他下面那个螺丝快掉了。麻烦一下。不是，刚最难的就是第一瓶，然后开了后面都顺了。可以先帮我 IG。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，一口两盏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接台外面都有贴哈。像蘑菇娃娃，它就是一口两夹的部分，那它就是没有办法再我们的六样商品哦。Let's go.